我们会叮当叮当啊，他提醒他那皮毛放松放松一毛的皮皮嘛，也对他罗马的皮啊，从头到尾啊，用来观察啊，都会因为啊啊毛不毛的啊，那个毛不的叫来观察啊，还有罗马的皮，当你观察罗马的皮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罗马的皮啊，本身的穿着啊啊。喺度嘅變卷卷狀啊，喺後符合其所做嘅信念，後符合其所做嘅信念啊，所帶出嚟嘅信息。所以呢，你就想咧，而家我哋可以要縮短嘅卷狀。咁當羅馬嘅變單變單而要嘅啊卷狀，而家我哋每隻嘅腰部，我哋廿二張嘅要我哋嘅卷狀。包羅吞落去咧，啲包羅嘅吞落。所以一边的一边坐在上面呢，有袋子啊，那袋子呢不能没啊，不能没条短的，那条好长的袋子。也不同的罗马的边呢啊，就多爱穿梭的啊，大家看到吗？那个腹部啊，已经长长到胸部啊。也袋子有没个作用呢？也袋子呢，就那个保持那个边啊。你要行功勁人嘅事，勁人嘅要力。我暴露咗我嘅梯子嘅時候，點啊？哎，我哋堅固啊！但係我哋又用我哋熟嘅，係有嘅梯子，有熟嘅梯子嘅乜咧？點啊？係做嘅真理啊！我哋用做嘅真理嚟當我嘅梯子嚟縮腰，有幾嘅？有冇意思啊？意思就話唔單止。那个家用一路的经历，一路的经历就是一路的说话啊，来去约束那个，并且一路开始也在经历，用我们内部的做自由，用我们内部更加有力来行事，更加的有力来面对一路的战争。重要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内部集中那个人的力量，叫他们来做个大功夫一样的，那个用的。带子一样，就表示那个可以准备打仗，并且呢，一条带子呢，一束双翼的时候呢，啊，你就能够到前线游历啊，是吧？就有练过下地啊，太空多啊，那你都知道。我错在那边就是讲，面对严肃的战争，那个可以用基督的真理来说话，用基督的说话来去。要素啊，要么就你叫在做嘅咩啫？讲条理，那位保罗，你从呢个军人嘅身上看到冇咧？你看到军人嘅胸前有一张用土做嘅复兴奖啊！当你看到复兴奖嘅时候，你想到啊，那都几多土咧？那都要买有嘢嘅复兴奖，用我嚟做嘢嘅复兴奖啊！用上帝的公义来做我们的父亲爹，也父亲爹的作用是什么呢？就保护我们的心啊，或者保护我们的心肝啊。因为当你在打仗的时候，你保护你的心肝啊，然后容易出外面敌人的火箭，在那边那个火箭啊，来啊来攻击啊，就会受伤。里面还有到里面也有。就要表現啊，警啊，警察啊，或者講專業人物啊，其實啲啲啲講嘅時候，其實都可以做嘅啊。喺度避彈面啊，避彈，講嘅避彈面啊，係啊，應付普通嘅嗰種長槍啊，啊，但是用嘅是槍啊，但是用嘅嚇rocket 啊，需要嘅冇冇要啊。不過其實避彈啊，如果保持下就保護啊。那保罗地方，那有上帝的公义，来去做我们的复兴奖，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因为那个那个心哦，有没有跟不会被魔鬼来去打伤呢？地方那个会发出上帝的这个公义，那个会在三个当中，那个表现。我都会展现上帝的这个公义，我都会有好的品德的想法，我都会
不会做一个悔恨的事情啊，来用上帝的公义来上帝来散发行事为人的眼睛。第三波罗你出现军中啊，你有困难吗？困难要军人做作业害啊，当然啦，他就记得作害，所以给你来讲还好不多的。特别是当时呢，一个军人，一个军人作伤害，作害呢，意思唔单止帮扶你脚，并且作害的意思是嘛，要准备打仗。当保罗有困难嘅人，军人嘅害嘅时候，要想到我哋基督徒，我哋面对一种嘅战争，我哋必须要穿上平安嘅福音鞋，我哋用平安嘅福音作鞋来作伞，来意味行救，意味面对一种嘅战争，作伞平安嘅福音鞋，意思就讲我哋要随时随地。爱将福音来传给这些人，我们听到这句话，因为上帝比我们有好多的机会传福音。但是好多时候呢，那个叫让你的机会啪啪的流失。那个以后双双准备好，一有机会的时候，我就去传福音。当你在抽巴士的时候，啊，当然了，当兵，好像抽巴士，那么当你抽一张。包括公司的上面行街的时候，你面对好多好多的人，有冇足够的一个机会来向你传福音？那记得以前呢，在学校的时候，那从台南坐火车啊，行到往台湾的时候，突然间看到有站在那边啊，向那个朋友打招呼，哎，好吗？好嘛，嘿，通常都啊，在打招呼的时候会讲什么？啊，天意计划呢？啊，看得好，好讲起啊！啊，天意计划还蛮得玩，哎，计划你得救很钱啊！啊，我跟你说，他们得救很钱，是蛮意思的。当时啊，在通宵，都给叫哦。那我说他们也看你呢，就坐在那朋友旁边，就对你报福音了，就对你啊，就骗你的信仰死。我给觉得很痛哎，哇，也大概。也那个也跟之前啊，一直在那个脑海当中啊，已经没有明白。我以前呢就从我研究保罗所讲的，那个爱穿上应该啊，也在火边的福音。那位那个跳火边啊，那保罗呢，所以呢，永远的心上有看到天牌。一般我们基督徒呢，那个要爱永远的军装。一般我们爱啊，那个爱。用心的来当作停牌，来抵抗魔鬼的一个攻击。心的就是心的意思。我听讲过，那个你还是那个心情的话，魔鬼是很容易来啊，把他都打倒。但是你有心情的话，那就绝对不要输给魔鬼心的。就像大家所说过的，一般来说用心情来抵抗你的魔鬼，魔鬼就逃跑了。你要有信心去搞魔鬼，魔鬼就跑。因为那个包罗的点，从一军人的身上看到来了，而且看到一条索的条灰，一条灰呢，一包覆起来军人的条。包罗就想到那个话，而且看到耶稣，那个会背上救恩的条。我叫那个，那个思想常常想到，那个黑在上面救赎的恩典里边呢，那个变成救恩的救恩。我们实看呢，好多时候用啲诡计啊，来让我哋财迷、犯迷啊，咁样得救嘅。我们实看用啲咩假事啊？假事而呢，真系所讲嘅在多查一点啊。爱上你嘅朋友，爱上爱啲人乜嘢？本地话啊，本地话，哎，你得救唔得？你喺回答咩话？我们实看听懂，你喺回答咩话？唔知道哦。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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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剑。对吧？因为那个基督徒能够要，哎，背上那个一个宝剑，一个宝剑出来嘛，哎，就上帝的道，我地方讲就上帝的手段。因为他的怎么样来准备好的自己，他的装备好的自己，来去参与那神道的事工，来来我做上帝的手段。当然了，但是那个你就好像受伤在搞事一样，那就一年你就堵塞本身，为了一年你就堵塞40天啊，这心理呢也是非常好的。我恐怕我们一生很难突破，堵塞过一片的心理啊。我们第二次突破以后堵塞过，以前都是用的使用，是用的药品，那就长时间要提前最少都得买。四年到三年了，我还有好多同行呢，他冇办法从体质啊，从创新到体质，所以其他时间我成日都非常严格。当然，佢边样嘅少，各样嘅科目夹到矮仔，都肯定要边样。我主要参加一样嘅考试，就先进底线嘅考试，我以为好容易啦，因为到咗啲前操。作为好多年公司到了你前操今年回到fail 新品的理解 fail 就不能够评价我被现在听明白那就对那就没有对他送一个手法那就用好哪一送一个手法作为那个保镖我去抵抗我会手法你看他做两次给你们进出技术也能够养回魔鬼的鬼界啊这一类是用主的手法用信主的手法我们现在听听外也就是包括他也有你的形象和创造的这个基础的运作啊想问你面对人数的这种条件你有毛病的被运作你主公司不能有一点他那一个时间关系就必须要在这里你说可以给出来使用是否给他的阿姨然后你们可以采取的事情上然后你就给出努力啊啊来回应上帝的爱上帝是否给他的我来使用他的代表的恩主们都再次当下因为你可以给出来来跟你给使用那你那你因为他的那个上帝给你信任并且用他的那个准备好他的随时随地能够穿戴潜伏的军装来给你养将然后魔鬼上岸也成为战争就他的贵族你打的那臭一个人有信心就用他的阿弥陀的军队然后能够在先天的系统上能够在福音的系统上他的能够轻松买了个潜力就他的念主里面的那个多相信他们的祷告，你疯狂的救主耶稣最宝贵的信仰。